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情感。情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重要的联系。在我们进入今天主题之前呢，有一位女孩特别联络上我们，希望我们能为她播一首歌，送给一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大雨中的晴天》。这首歌要送给一个人，是他让我找回了自己。
谢谢你。